题，我一定要带许仙回去。你怎么还不走？你赖在这儿干嘛呀？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你别再来烦我了。你不是说过会一直爱我的吗？我不爱你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你都忘了吗？何以结恩情，美玉坠罗缨。你走，骗得了他呢？是你害了他，从今往后，千秋万世，见你一次，杀你一次。景啊，泪峰塔，没了，你干嘛？幸好还是男儿身。你摸够了吗？对不起。胸不平何以平天下，我们这种实力派是不用靠事业线吃饭的。你真的是姑娘吗？咦，你哪个村的？你真的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？哦，你你谁啊？我叫白素素。白素素啊，还没开机就摸到片场来了，够拼的呀。片场？嗨，你别装了哈，一看你这身打扮呀就知道你是同行啦。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。你看你踩你的点，我刷我的粉丝，大家公平竞争嘛，反正都是为了红的嘛。哎呦，这衣服够透的呀哈。哎呦喂，不好意思啊，还给你。
要演戏就演戏，你要钱我给你钱，房子车子我都给你，你说你没事照什么伞，杀什么粉丝，当什么狗屁网红，你当你男人我死吗？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，我跟你是不可能的，不要老是在我面前撒钱，我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我堂堂一个未来影后还缺这点钱吗？哼，得了吧，谁不知道公司要炒你鱿鱼了，饭都快吃不起，你跟我嘴硬个屁，跟我回家。我不，我不。你又是谁啊？公子何必强人所难？起开，跟我走。干嘛？我让你站着。你放手，放手！你跑什么？不要拉我！给我回来！果然是他。放开我！别跑，知道了吗？放手了！过来！哥，你别跑！你哎，哪去了？你别嫌我啊！不让你跳伞，你跳票啊？花那么多钱给你搞直播，你还把手机给我扔了啊？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你是嫌我事儿不够少是不是？啊！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老魏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起驾喽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200万、300万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赶紧回去背伞。啊，拜拜！耶耶耶，100万呐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看谁呢？你是小青？你是怎么知道我出来的？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出来的。你得回塔里，你疯了，元神分离很危险的，你会死的。我在等一个人，那个畜生。你的情商被审视了，谁害你进去的你不记得了吗？你蹲了1000年牢也没让你长长记性啊。你是不会懂的。要可救，昨日在湖上遇雨，若非公子借伞，我与小青不知如何是好呀。许仙。你不记得我了，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过你。看，你不要说你是看着我电影长大的啊！就算你崇拜我，你也不能侵犯我隐私啊！你当我家是公厕啊？你说来你就来。大姐，我不搞女人。我都湿透了，可否借我件衣裳？同意了吗？你就往里闯。哎，我的衣服啊都很贵的，我都是名牌。哎呦，你搞什么呀？睡觉啊。你要穿这个睡觉呀？咱们以前不都是这么穿着睡的吗？谁他妈穿跆拳道服睡觉啊？可是你这柜子里只有这一件衣服啊。你瞎呀！啊，这么多背心裤衩你不穿，你穿这个你是来踢馆的吧你？这个渔网也能穿，会不会太风骚了？有你骚啊！你动不动你就脱光了。好累啊，明天再说吧。这是我的床，你给我起来。你能不能让我借宿几日？
有病吧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我就让你在我这儿住啊？我会付房租的。你这拿我当什么人了？切，拿个巧克力糊弄谁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是一个讲江湖道义的人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啊。你呢，从我这个门啊出去以后，直走80米，再左拐30米，再右转就会看到一条河，那里呀、就会有很多适合你的床位啦。啊，记住了没有啊？我要住在你这里。哎呀，你干嘛非要住在我这里呢？哈，我这里，你看我这里这么小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人呐、互相在一起争夺对方的氧气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样多憋屈啊！哎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杀了他，看你还怎么犯傻！胡闹，他是你姐夫，就是因为当你是亲姐姐，所以才要帮你拔了这根刺。有我在，谁都不许碰他。那我倒偏要碰碰看。娘子小心，你们别吵了。哎，像不像这样？让开！不可能。关了那么久，你也是饥渴难耐。今天我就大发慈悲，让你再享受几天鱼水之欢。改天我再过来杀了他。你干嘛倒立呀、是你在倒立。这个可不可以给我呀？啊，切，你拿我东西都够多的了，切。我就想要这个嘛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接你、我等老魏。老魏今天有事来不了了。那我打出租车。但是这个时间好像不太赶趟了。几点了？还不来？你怎么才来啊？马姐，我晕车，我要先去趟厕所。咱这时间白痴转啊，绝壁抱团，谁演谁火啊？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！用肢体语言诠释你们对于蛇精的理解啊！哎，那谁，你先来。千年等一回。哎呀，你要别说，别给你。哎呀，你看这样行吗？烦死我！不好意思，走到片场了。你滚！别，没事。哎呀！干啥呀？马上整你！喂，你，喂，你那条鱼跑出来了啊！我这看不下去，我知
礼，知道吗？我这个人最擅长的就肢体语言了，你看。哎，挺好挺好，继续。哎，你还不如上个呢。是是是是，咱们等我电话吧啊！你看，就因为你像吗？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。行，走吧走吧。一定行的了啊！哎呦呦，导演，人家一言在行，你连你功夫行了。哎，等你的艺人进了组，我再好好教你功夫啊！你也好好学学啊！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。哎，你妈呢？过来。导演您好，我妈最喜欢您的戏了，尤其是那个红衣男孩，我从小看到大的。哦，有前途，有前途啊！哎，去剧找你来拍怎么样啊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反正不是我拍的。啊，明天走了啊，一共喝茶。导演，给个机会嘛，你把样子撕嘛。一分钟，就一分钟啊，快点啊！哎，剧本呢？没听到只有一分钟吗？你昨天干什么去了？快进去。哦，好，许轩。熟。啊，熟。干嘛呢？快进去。好好好好。哎呀，真烦，还有一个。哟，倪小范。哎，识货，同道中人。哎，同道中人，一起看一起看。拿过来。哇！啊！啊！还演不演了？赶紧赶紧走！接我！小女子向各位请安了。小女子向各位请安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去上趟厕所。你那里怎么了？你那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没事啊。你都喷我脸上了，还说没有？你都喷我脸上了，还说没有？我这还没喷呢。你撒的到处都是，你快点把它堵上呀！这还没出来，我咋堵啊？哎呀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让开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对他做什么？你要对他做什么？啊！想不到你是这种人呢！哎，求求你放过我！你要见别的是什么？你要见别的是什么？啊！哎，我给你拼了！糟了，许轩！马姐，跳伞不好好跳，试镜还打导演，还明星，还影后，别他妈做梦了，一天天的。你看哈，从这边直走100米，再左拐80米，再右拐30米，能看到一条河，在那儿你能找到一个好床位。别回来了，滚！马姐，听我说呀，马姐。
去住吧。哼，别假装慈悲了好吗？你还当我是白痴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死缠烂打的找我是为了什么，不就是想抢我个角色吗？大把的人找我演呢，让给你就好了嘛。拿开你的脏手，你别碰我的衣服，还嫌我的衣服脏是不是？比你干净，比你干净多了。哼，去哪儿啊？嘿，不理我，这么有骨气，合着东西也不要了呗？谁知道那导演抽什么风啊？这下你开心了吧？我过了。白娘子是跟你没什么关系了，不过这个许仙吧，啊，倒是给你留住了，争不争气就看你自己了。哎，我就说嘛，马姐，我的战术一定会成功的。其实我早就计划好了，导演一看就是一个抖 M， 不打他都不听话的啦。老魏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快看呐！真戏。他不演，我也不演。演过什么呀？嗯，嗨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个跑龙套的。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？排练呐，导演肯定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肯用你的，趁着没开机你得跟着我紧急排练，知道吗？怎么排练呀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但是你肯定来不及了。为了艺术，为师决定把毕生所学的精髓传授给你。嗯，听好了哈。啊哈哈。唱我最爱的歌曲，看你温柔的眼睛，深深打动我的心。第二次我们相遇，你看，用美拉 APP 变美了吧？你说歌词的每句都代表着你的心。亲爱的，我谢谢你愿意来到我世界里，没有华丽的言语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从此身边多了个你，生活变得如此美丽。不管以后在哪里，我爱你永不变心。小姐，这是你的金钗吗？他我都说了297遍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浮夸呀？你看看人白小姐，多么自然，多么和谐，多么浑然天成，这才叫演员，啊！嗯，哎，不拍了，放饭了啊！哎，白小姐，来，咱们吃饭去啊！都吃饭，都吃饭。我跟您说，这戏你再加100万，肯定能上院线。哎呀，什么周星驰啊，张柏芝。那都不是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这5块钱的盒饭呢？哎呀，
网台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呦，慢慢吃啊，不着急啊。我的饭，没有人跟你抢。有些人呢，还不如你呢，演员。哎，演员，哎，这就是演员啊，演员。还有谁？谁敢欺负我女人？啊！给我站出来！来来来来，没事吧？干嘛呀？你不用太感动，不要太迷恋我。谁是你女人呐？你干嘛穿成这样？你不觉得我是本世纪最帅的法海吗？你有病啊！你跑到剧组来捣什么乱？你走！哎，许轩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不仅要演法海，我还是这个电影的资方。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！你以为你的粉丝谁帮你买的？你以为谁帮你贿赂的导演啊？你就凭你这个下三滥货色，谁会给你机会啊？100块钱三天搞定，这孩子是。与其你这么扭扭捏捏，还不如正大光明的跟我在一起。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！我恨你！我你干嘛去？不用你管，我担心你吗？你现在是导演身边的大红人了，用得着假惺惺的来可怜我这种三流货色吗？许轩，其实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去演的。对呀，我就不应该演戏的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需要去演别人，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。可是许仙是个男的，我是个女的，导演让我去演一个男的就够扯了，你还让我相信我就是那个男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干嘛？你就是许仙临头了还梦游呢？什么死临头啊？导演说了啊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把握不好就收拾东西滚蛋。好好把握啊。你就是许仙。29场一镜299次。
就对了嘛。来来来，我演后边的戏。走走走，我就跟你说了嘛，我这么牛逼的导演，看人怎么会看错呢？你干嘛？我看看你这团气还能撑多久。胡闹！你现在身体都虚弱成这个样子了，快跟我回去找你的真身。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又黑又冷的塔洞里了。可是你这样会死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就算死在这里又何妨？你许仙有什么好的？他怎么对你我一清二楚。你看看你现在虚成什么样子，全是被他害的。你不要老是在我身体里查来查去的。好，既然你不跟我走，就别怪我动手了。绑我也没用，结界已经毁了，就算回去我也没办法重返真身的。借口，我才不信。走。姐姐。小青，你别管我了，站住！蜘蛛精，臭虫子！玉霞饶命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个剪草的，刚好路过，不小心剪错一根绳子而已嘛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剪错一根绳子，会害死我姐姐的。想救你姐姐，你还需要找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简阳还需是灵人。这今天我包了，不营业啊。酗酒乱性，方丈不该喝呀。方丈，哎呀，还玩宗教主题是吗？哼，老子不插妞，拿钱滚蛋。你摔了一晚上酒瓶子，不就是为了女人吗？这，别他妈以为我不敢打女人啊。别他妈碰我，骚货。血比较多，先让我补个血。要干什么？
偷着回来了是吧？还藏？我知道我以前说话难听，对你也不好。都过去了嘛，你不要那么记仇嘛。今天在片场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点拨我，我可能早就被赶出去了呢。跑龙套的怎么回事啊？白素素失踪，方如海失联，你还在这里睡觉，哦、害得大家都没有松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八戒，白素素她有尾巴，蛇，她是蛇精。我看你才是蛇精病吧？不是，快去看医生吧，我还得给你擦屁股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说的是真的，马姐，马姐你别走，我害怕呀。你听我说，马姐，看着她。哎，好。哎，老魏，老魏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白素素是这，我知道。哎，我很忙的啊，没工夫陪你来烧香。哎，这么晚到了这干嘛？带你见一个人。见谁啊？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没告诉过我呢？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妖怪啊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妖怪也是生灵，也和人一样。你就看这个炸鸡，脆皮是一种做法，蜜汁也是一种做法，外面裹着厚厚的面粉，里面不也是鸡啊？唯一的区别就是那层外皮不同而已。是人也好，是妖也好，只要心地善良，还是可以一起愉快地玩耍的。友谊的小船也还可以继续航行。我不是说我在这儿呢吗？方正，老板都来了，还不快开门？这个破结界都1000多年了，还没过期，你自己取。拿什么？拿你的钵钵鸡呀！快！我的钵钵鸡？多年没见，身材还是保持得这么好啊。1000多年你还这么猥琐。我以为他们都把我给忘了，我还以为没有人来找我了。要不是为了救我姐姐出来，我会把你召回来。当初就是你害了我和姐姐分开，
见到你，恨不得扒你的皮，吃你的肉。哎，你有求于我，知道吗？还那么凶，请我吃顿饭了。我也好久没有吃蛇肉了。哦，还想跟我斗？不跟你玩了，凶巴巴的，人家就是要一个爱爱的拥抱，你知道吗？少废话，说，怎样才能救我姐姐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脾气这么大？你姐姐跟雷峰塔朝夕相处了一千年，早已经灵塔合一了。你姐姐这一次逃出来，是硬生生的把灵肉给拆开了。时间一到，必死无疑。要想救你姐姐，首先要重塑雷峰塔。还有，还有什么？哎呀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发愁啊！别愣着了，来动筷。哎呀，我就说钥匙在你这儿，怎么样？给。哎，方如海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全世界都在找你呢。哟，全世界都在找我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就回来了。呵，这一桌子好吃的啊，一千年没吃东西了啊，肚子都饿扁了。叔叔，我突然想起有点事来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说完再走，说完再走。有什么比吃饭重要啊？过来，坐。你不是说今天没事儿吗？我老婆催我回去交公粮。你老婆不是死了吗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去烧香？烧香？烧香我最行，你只烧。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你不会是方如海女朋友吧？浩友，我最看不起玩弄女人的男人了。男人不应该对自己的女人负责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辜负我姐姐？谁是你姐姐？话说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她对你很重要。我答应过一个女孩，把这个环佩送给她。我会替你给他的。你认识素素？要下雨了。哎，哎，藏得很辛苦的，给点反应好不好？哎哎，这是我的车。哎，死在水里很惨的。我在水里泡一泡尾巴，补充点盐分，还能维持一下人形。玩够了就跟我回去吧。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？他不要你，我永远都不会不要你。跟我走，我们回去找你的真身。他不在，回去又有何用？那我们就把塔弄回来。法海，他不是已经转世了吗？原本我只想将他的法力召回，没想到连他妖里妖气的性格也附在了法力身上。我要杀了他！姐姐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小青，这个妖僧诡计多端，你还指望他能救我们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要能救你，再大的险我也愿意去冒。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又何苦拼命这样抱拳？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在乎的人。
老魏死哪去了？打半天电话也不接，让你家茅房里了。老魏不是回去了吗？回去个头啊，去他家也没看见个人，肯定跑哪偷懒去了。你快去门口看看，这都死猪是不是又睡觉去了，找到他非抽死他不可。轩与白素贞的定情之物，附带着白素贞的情缘，久而久之呢，白素贞的法力便封印在其中。身里了，他不用死了，快解开封印放他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出来？别着急，我先洗个碗。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，臭和尚，刷刷刷耍什么花枪，快放我姐姐出来。十分钟闷透一点入味儿。做什么？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喝一口千年的蛇汤。我照你说的去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知道把我自己关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喂饱我。你这个老奸巨猾的妖色！家之人出尔反尔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杀了你这个妖僧。上次我让你，今天我好好陪你玩玩。不死救你的，你斗不过法海的，你和小青快走啊！我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了，我一定要救你出去。你想起来了？不说了，快告诉我，我怎么样才能救你出去？你看你又误会我了不是？我出家当和尚，
无非想办一个收押许可证，正大光明的吃着你们这两条大长虫。你能来救我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。我坚持不了多久了，你走啊！你坚持住，一定有办法救你出来的。我就说钥匙在你这儿，怎么样？给。环佩。哪里来的老鼠，找死！许轩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管我，你走啊！许轩，你没事吧？你可以出来了吗？怎么回事？这环佩不是钥匙的吗？许轩，你到塔边来，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。我只能冲破一次，如果再贸然出去，恐怕……难道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竟注定没办法在一起了吗？
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很知足。一定有办法可以帮你的，法海，让法海来帮你。我帮你，我最爱乐意助人了。啊！我啊，走啊你！今天我就在你面前掐死他。放开他！你。心脏在这儿。这个男孩是无辜的，你快离开他的身体。你现在都泥菩萨过河了，还有心思照顾别人？我跟你说啊，降妖波收妖不收人，我是人呀。你是妖还是人妖，他说了算。随便捡别人东西我报警了啊。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就来炖我的炖冻豆腐，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怎么别胡炖乱炖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。收坚持住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医院是保和堂吗？对，是保和堂，我们以前一直生活的地方，再也不分开了。你骗我？没有骗你，是真的。你说你不爱我，知道你在撒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。
等一下。有人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完整的，因此才需要继续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。我一直不相信，我坚信自己足够独立，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旁若无人的独来独往。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上一个人就会让自己变得不完整。找你演女一号，明天上午8点呢，和王家卫喝早茶，中午和杜琪峰吃饭，下午要飞洛杉矶。你找我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我的寿命有限，你能不能帮我好好保管这把伞？
如飞向我般真诚，请别打扰我，真爱承诺不坚定，不敢说，只想能对你负责。有我，谁能割舍？不带走点什么？真爱忘记了选择，潮水浇灭了烈火，想要就一个枷锁，也会舍不得。寻找是一种借口，只为能继续漂泊。你在哪一